还难受呀、啊？我失业了，而且我今天还碰到我小时候喜欢的人，还被他看到我出丑的样子。同情你一秒钟。哎，不过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小时候吧，喜欢过一个男生，他长得挺好看，钢琴弹得也特别好，学习成绩也很好。可是后来搬走了，我以为我们不会再遇到了，谁知道今天面试的时候我又碰到他。谁呀、啊？他也是我们学校的，叫穆流年。谁？穆流年？应该乃是初恋，这是暗恋吧？总之呢，我跟他现在就像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。干嘛？剪掉三千烦恼丝。我不至于。我是说给我剪。啊？那我更下不去手了。必须剪。我剪简直完美，好不好？啊！你吵个屁呀、啊！还睡不睡了？